康哥，你呢？安怎啊？什么好康啊？在船座遐呢？都伫梯上啊。咩无啊？人寄来啊。遐高岗屋。啊无咧？高岗屋？嗯，什么叫高岗屋？遐岗屋啦，遐玻璃栓拢无啊，屋就好啊。大家晚安。今天呢？现在突然间拍这支影片，因为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有一个观众，他就是有说要送我面膜，然后就是直接寄到我们附近的超商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面膜啊，他好像总共寄了两盒，数量其实还蛮多的，所以我就想说，刚好趁着这个机会，让大家看一下平常我大概自己是怎么样去保养。因为蛮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男生就是可以不需要那么注重保养，对。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男生其实你可以不用说，哦，像女生这样子啊，眉毛啊，虽然说现在受韩国影响，其实男生可能化妆都很正常，但是有些人就是很直男嘛，他并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但没有关系，我觉得保养皮肤的话，其实就不分什么直不直男，基本上你就是把自己的皮肤，如果说你去把它做好保养，你给人家看起来感觉就是比较舒服，而且你的视觉年龄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大，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老气。因为如果说你的皮肤一直长期没有做好保湿的话，看起来就会很容易蜡黄，然后感觉会有皱纹，然后看起来气色就不好。所以说我觉得保湿的这个保养真的很重要。待会我去拿网回来之后，我会这个顺便邀请辣妈来跟我一起敷一下，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就看单纯这样子的保湿面膜敷上去，有敷跟没有敷的差异性在哪里。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我自己大概是一个礼拜至少会敷个两三次，拿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哦，各位，外面好热，顺便买了一支冰棒回来。对，然后这个就是他寄过来的一箱面膜。好，好，那我们就放在地上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哇，寄好大一箱哦！这一盒里面有几片？哇，这里面有十片的样子。要靠上位啊，什么好扛的呢？很壮啊！什么好扛的？都要扛到家里了呢，都要在梯上啊。面膜啊，人寄来啊。你订的哦？无啦，迄个粉丝送的。真好康哦。嗯。啊，等下我无甲敷一滴啊，看卖啊。你嘛要用哦？诶，算免。哇，这么多诶，十片，十片，二十片，二十四片，嚯！伊这有分的吼，无同的嘞。系啊，好，我来讲，你要敷爱敷，这个吧，这积雪草是安怎，你不知？美白，镇定舒缓。镇定舒缓啊？嘿，啊，我看看哦。嗯，玻尿酸呐、哦。嗯，哎呦。我刚看一罐的罐仔，就只讲一滴玻尿酸啦、嗯。哎呀，我那我巧的呢。好，安尼。我玻尿酸。我积雪草。嗯。安尼讲多好。玻尿酸的迄个迄个对皮肤安尼较好，紧致。紧致嘿，光泽。对。哇，啊我来讲，即摆天气热，敷面膜大家一个技巧。什么技巧啦？皮肤是不是容易会发热啦，或者是现在天气你热的时候是不是会痒，然后会觉得很闷？这个面膜先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冰五分钟，再拿出来敷，有镇定舒缓，那个功效会更好。你敷上去之后，你的皮肤会感觉整个是很清凉、很镇定的。叫高岗屋。啊不嘞，高岗屋。嗯。什么叫高岗屋？叫岗屋啦。哦，高岗屋我了解，那是咧卖海，那是咧卖海苔。叫岗屋啦。放到冰箱里面，稍等五分钟。系啊，连这也得搁转步数。啊，你这五分钟要要创啊？五分钟要创啥？这玻尿酸拢无啊敷就好啊啦。各位观众有没有听到？辣妈
辣妈真的是吼，我这确实爱保养啦。这天气热嘛，有敷脸吼，那个皮肤的光泽其实坦白讲会比较好一点，尤其是你如果晚上敷，早上睡醒起来的时候，你去照镜子看脸，它会有一个光泽感，跟你没有保湿做好会落差很大。是安尼哦，安，我就开始来甲敷一克啊，每天拢啊敷一滴。哎，卖我进照哦，卖搁要出卖我。哎，昨天面红看到你的撩纹。最近你的皮肤较白啊？有较白吗？有啦，有较白。本来咱两个差不多啊，两黄两色呢。你这色较白，我这色呢较黄呢。你的蜡黄。蜡黄吼。嘿，你的黄脸婆。嗯哼哼。嘿。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喽。嘿嘿，各位，我来这边洗一下脸，洗脸要这样，画圈圈，这个耳朵后面这边，鬓角这边一定要洗，如果没洗的话，有的男生很容易这边会长痘痘，像我是还好，因为现在其实已经过了那种会长痘痘的时期了，以前真的那段时间真的很会长。这粉哦，啊我较早敷脸，遐拢无滴个粉。基本上是无啦，来。伊啊呢？啊你坐落去啊。刘海嘛，背后边啊。刘海用夹啊夹开啊，对不？卖紧张。我来夹开。有一张纸无对，但是我咧讲，你爱安怎用，我咧教，袂当食先客起来，来，面我过来，先安尼搭起。嗯，有够冷的啦。你知道为虾米这块电的帽我袂当先客起来？伊就结几球线去啊。对好准了后，甲甲这块电的这块甲跳起来。真薄呢。哦，也不薄咧，大概足。圣盖服帖啦，干嘛起来做保湿呢？哦，真赞。这起啊，拢油我家了就好啊。啊，因为你面阁细，阁会当用到到红滚啊只。阁是刷红滚啊，是刷保养的。设计较袂歹，是这片啊只无，伊有家剪落开。我来敷。积雪草这个感觉就很棒，镇定舒缓，缩小毛孔。我们来测试一下哈，感觉敷起来应该不错。他有给我这个牌子的这个我自己也有敷过，就很服帖，超级薄。妈妈，我冲好了。敷面膜的时间呢，我们就不要讲话，这样会长皱纹。我们就看个书好了。现在大家已经经过十分钟了，然后我觉得我有一些感觉想要跟大家讲，就是它这个面膜啊，因为我不是业配，就是真的是人家送我。不过我觉得这个牌子真的还蛮厉害的。那既然是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就直接告诉大家说这个是什么品牌。它这个牌子叫做 AROH， 对。然后它在 IG 上面啊，你在 IG 上面你打一个井字号，然后打 AROH， 你会看到很多韩国男生女生都使用这一款面膜，它这一块是有镇定舒缓的作用，尤其是现在夏天，我觉得就非常适合。刚刚出去拿东西回来，其实很热，很不舒服，结果这样敷下去，整个是有那种镇定的感觉，很 freestyle 的一个影片，对，就充满生活。大家应该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生活频道吧，什么都拍，什么都分享。欸，你看，光有较，感觉有较紧致呢。嗯。有保养有差哦。有差咯，安尼有较水无？哇，安尼，这颗个，好利用啊。嫩嫩的，哎。做细致呢。嗯。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上网搜寻，看哪边可以买到。这样，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说大家喜欢我影片，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并且订阅我频道。那我们就下影片见喽，拜拜。
사라져아니사라지지마네맘을보여줘아니보여주지마하루종일머릿속에네미소만우리그냥한번만나볼래